好，我们现在来看，那在这个地方，你讲一句话最好有一个小结。请问一下，2016年，好，可以看到2016年是谁在减少？科技类。2018年是谁在减少？是家具类。产品销售不高低不一致。首先，各地区的图空白地方一点一下，二区树状图，三地区，四销售额，再来第五，麻烦请把销售额的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。好，我现在就这五个动作。我们现在没有点任何切片，任何一个互动式表格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第一名就是行政地方地区，只有西部地区，还有中央地区、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。2018年，西部地区表现最好，因为我只要点2018年，西部地区就跑到最前面去。当你今天你知道东部地区第一名，那你是不是要知道一件事？西部地区到底什么东西在减少？五个动作，请画出区域树状图。